就是只能往前跑，女神这边就是在只能擅长的地图，或是擅长的模式来翻城了。啊，对，我们要 carry 女神。我们以前，我觉得这种比赛有时候有趣。我们除了一般像我们这种竞速赛啊，像我们都知道我们竞赛就是比积分嘛，那我们道具赛就是谁第一嘛。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比法，就我们如果私底下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种比法，就是我们可以，我们的成绩都不重要，公主骑士团，公主骑士团赛制，就是要保护公主到第一名。对，我们只看公主的名次，其他的名次都看不到。你们不过我们等一下这个是，我们是刚刚我们看一下讲，我们这边的话是依然是我们正常的竞争模式。对，那所以说两边的队伍看谁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，然后到时候的话就看谁能够拿下到时候的第一名。我们拿下比赛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抽到就是香，我跟女神玩的、欸，能够被女神挑到就是香、啊，对啊，一定有什么那、這个，能够被挑到，能够再跟他组队，对啊，这就是命大。接下来这边就死了，你老婆在后面觉得火，我老婆在家里死，还好我们嫂子都在家，没事，他们都远在天边，问题不大，对吧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上去看看。然后就我把机会让给这个观众，让给大家这个远道而来的观众。刚其实看完这么激烈的比赛，其实真的很少看到现场这么多人，我真的超意外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一直讲进来。对，没错，还有女神魅力，哇塞！而且刚刚的那个，刚刚下面在选人的时候，大家的那个精神。对，那个精神之抖擞，对啊，当兵一样，差点就拿起麦克风跟他们一较高下，哈哈，麦克风加持比较大声。对，所以所有的这个路过是路过特地来看比赛的，那这也刚好赶上跟女生一起上来一个互动的比赛啊，而且还有的玩又有的拿，真的太开心了。如果来到这边，你也可以来看到，这边就是这个三星的旗舰。我真的觉得这三星爸爸的所有的规划都想非常的。周到，这样真的是太棒了。今天这个活动其实真的是来到现场，而且刚刚有提到来现场，其实还可以抽奖。哇！今天居然还有抽奖。你看这边不仅拿有的抽，又有的玩，又有的看。对，还有什么快乐的地方都有的，没错，真的好爽、啊。然后这边就是开心，今天的下午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混了过一天，而且好有冷气，外面多热啊！对，我觉得有冷气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天气不是很热，就是下大雨。对对对，你不是日晒就是雨，对，能够躲进来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。真的，马进来这边可以看一下最近的最新的。手机的周边，对，他们也其实可以直接试一下。我们今天所有的选手使用的手机也是谁用 Galaxy S23 Ultra。对，刚刚提到是带着单眼，就带着单眼的像手机嘛。对对 对, 对，你其实可以来到这边就可以直接试试看它的拍照效果，因为我自己也是用 S23。刚刚夜间拍的那个多厉害，很强很强。对啊，对，在外面就直接开始，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的。那个被水泼了，赶快开它，没事。对，没错，有一些防水功能。对，你可以有朋友要，然后动这次你就可以拿咖啡泼它。对，我在玩游戏，你要泼咖啡，我没数，拆它，120赫兹，120赫兹的画面。不是我拆它，但你还是要给我一支新手机。没有，没有活动防水，好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还是要一支，我要一支。这是女朋友的套路啊，把你手机弄掉了，换一个新的。刚好在现在这个时刻下，没错，没想到这个还有防水功能啊，太猛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凶狠。而且像120赫兹的手机真的很抢眼的。对，没错，这画面尤其都在拍完之后，它的画面每一个都超强。我就玩游戏，特别是竞速类、射击类，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吃电脑的啊，那个荧幕的效果。对对对，这个是极致，因为其实我们在电竞正规赛事里面的话，如果你要正规赛事的射击游戏跟这个竞速游戏，基本上都是要120赫兹以上。对，那个画面看起来就爽很多，那个流畅感啊。对，可是其实手机真正有120赫兹的时候。真的很少，这个基本上一定都是旗舰机，所以这次搭配就是高超高的画质，是超漂亮的这个超流畅的这个游戏画面，画面没错，然后还有防水机制，对，然后最强的 CPU 最强的散热，哇，各方面其实使用起来，而且刚刚散热，对散热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刚刚林肯提到他曾经是实况组，哦，结果我这边有一些实况组，对，实况组尤其是户外的实况组。
最怕的就是你要说户外，我连我们在家拿这个手机在开西瓜，修咖啡机有没有那个风扇帮我吹？对，没错哦。所以其实很需要一支有好的手机的这个散热功能，好实况效果，这其实很重要。我自己也用这一支开实况的是。我觉得目前为止开过两三次，其实都还不错，也不会有过热的感觉。所以你就是有这直接使用过的客，有我也用过。我之前是直接去那个，我之前是去小琉球的时候拿出来用，而且你知道小琉球天气是热，热，对，是天气蛮热，那时候也蛮热的。然后你在那开始的话，你觉得是不会过热？我好像有看到。对，这个对实况来讲其实很重要。没错。因为实况组特别是户外实况组需要的一台一个有两三个的，它颜色也是非常的，而且这有非常的那种，而且是它特别主打的这种两种，这么多鬼啊，我不懂，无论你是哪一个颜色，它都是主打环保的，漂亮，而且后面这个话术，你现在看到你像你面前这只特别亮的，这应该是这只青蛙，因为我就是很会选哦。是一定的，就是点，而且要有图有真相，真的直接秀出来，这不是少吃买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对，真的是少吃买的，真的是少吃买的。我这个是应该用的，真的紫色真的好看，因为我自己喜欢。没错，好用啊，是真的相当的不错哦。而且它这边其实大家旁边在等待的时候，可以拍出一些美美的照片，相当好。选手这边应该还在准备当中，两位，等下我们有四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概有两位搭档，这个来到现场，真的难得可以看到我们。除了平常是在棒球场才能看到之外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，吹耳机还可以看到。对，以往都在室外嘛。对，棒球场都是室外。室外。对，挥汗淋漓，有在那边吹冷气，看。这边还近距离啊！哇，近距离运动。对啊，还可以跟女生们在赛场上激情对抗，激情尬掐。真的是也不会被告，也不会被骂。这倒是蛮重要的。对对对，完全没有这个担心，完全不担心。对，来到现场。哇，两边这边，今天其实比赛来到这边，而且我们在前面是很激烈的赛事，刚刚中间发生一些小插曲，其实大家是也蛮轻松的，就他发生一个那个720的一个这个转身，对，但其实大家来到这边，我们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时候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对于所有观众来讲，都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体验啊，因为毕竟可以直接在舞台上，因为上次我来的时候都是选手等级，有一点实力或什么，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，还可以跟女生一起玩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手。对，而且比较轻松感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，我觉得跑跑卡丁车票这款游戏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竞速类游戏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讲非常好上手。对，当然我们不是说，我们刚刚看那些比赛的选手就不讲，那些选手都是练了好几年，还有十几年的都有。对，甚至十几年，什么八九岁、九十岁就开始练的。对，那个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如果说是。